第一个问题是，是女儿像爸爸还是儿子像爸爸？女儿像爸爸。那可以就是自己一个人独自完成带孩子的重任吗？不行。是超级奶爸吗？不算是吧。就平时是那种晒娃狂魔吗？会不会让孩子从事足球事业？看他自己吧。上港队里面谁是开心？付欢。队里面谁是颜值担当？中超最难对付的后卫是谁？冯潇霆吧。觉得上港距离第一个冠军还有多久？很快了吧。